现在仍然是非常的坚韧啊，而且舒展。好，大家一块儿冲。来，大家请掌声鼓励侯回中，好不好？好，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大家喜欢的，并不因为他每场比赛都胜利啊。用中原人经常说的一种说法来形容王之亮，就跟打了鸡血一样，全国人民都听懂的话就是他好像打了兴奋剂一样。我们专门进行过兴奋剂检测啊，一直都是阴性，不成阳性。王之亮带的这个，你即使带着兔耳朵，说实话，你和武林宝贝一起，你也不像兔爷，是吧？你就带着兔耳朵，也像是大灰狼叔叔带了一群小白兔朋友。好，比赛现在开始。很有意思，实际交手过四次，侯正赢一次，王之亮赢了一场，那么剩下两场俩都打平了，所以他们今天是第五次交手了。对，这场应该能分出一个胜负来、啊。对，这俩才打，比赛叫是知根知底啊。嗯，打法非常的相近。哎，你们呀。我跟王振安说，你要消耗我体力是吧，我可不容，要拼上来打。好，激怒了侯慧忠啊。侯警官说，既然你叫我，那我就上来吧。他俩之所以打打相近，就是两左右大摆拳，我们大网网拳，抡得非常远。今天双方不论强，开始爆的近战。哦，嗯，开。OK 中可不要上当。嗯，王之亮非常的狡猾。嗯，不能说王之亮这个说这个就不是说很智慧了，王之亮真的非常狡猾啊。因为从年龄来说，那个侯奎忠要比这个王之亮小11岁，这种体能上有大优势。那在这种比赛当中，王亮说了，我不比从前，我首先把体能分配好，我先打满3局，我在这个当中我来施展这种技法。对，王之亮主要是以德服人啊。对。